这就是伊斯兰，一切赠送传归安拉，容是谁的主？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传递归顺安拉，且乐善是好。本尊说，重生的伊布拉罕的宗教的宗教方面，有谁比他更有名呢？安拉曾把伊布拉罕等做知晓，我见证万物非属唯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真正的伊斯兰就是服从为唯一的安拉，顺从他一万里一无悲辱，也就是放下穆圣的美德和行为，例如恭顺和服从安拉，和言辞曰仁爱、慈悯、仁慈和文明。伊斯兰是面向所有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穆斯林都在语言和行为方面遵循伊斯兰教。伊斯兰号召我们改革、建设大地和营造文明，而不号召我们毁灭海战。和伊斯兰也号召我们具有仁爱、慈悯和和平的品德。安拉说，我背弃你这位怜悯纯洁的人。吉布里尔问穆圣说，请告诉我伊斯兰是什么。穆圣的伊斯兰就是你作证万物非属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你仅收白宫万那天客分一里及一分的入民宅，如果与能力朝见天方，设以人生称四夜上圣孙中的伊斯兰五大要素，就会发现他对塑造有益于宗教的善良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信仰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那么他心里服从安拉，并知道安拉是监察他的，遵守安拉的命令，避免他的荆棘。他也心里放下穆圣的美德，如仁爱、慈悯、谦恭和温和。礼拜是伊斯兰尊敬其余两大作人词的最重要的要素，在行为和对待他人方面也显出礼拜的效果。其中有每人行善与惹人作恶，遵循安拉的道路，这都是为了实现与自己和平。安拉说，你应当宣读启示你的经典，你当进出白宫，白宫的确能防止仇视和罪恶。纪念安拉却是一件更大的事，安拉知道你们的罪恶，万那天可以让仆人都活起，其中有不喜爱钱财，因为财富是生活的根本。在伊斯兰看来，财富是解决为人们生活提供方便、解决生活困难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万那天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温情、亲爱、热情和博爱。伊斯兰教禁止仇恨和自私，个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亦不属于教法。伊斯兰命令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们的宗教是建立在无私奉献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私和
因此的基础之上，新世事刚开始安了怎样了，傅氏而说，在他们之前安与孤祥二妻觉醒正道的人们，他们喜爱前去来的交宝，他们对于那些交宝所获的赏赐不怀怨恨，他们常有积蓄，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交宝。那些出自身的天灵智才是成功的。真正这些日是在行为和对待他人方面也显出自己方积极这些的效果，这些会控制穆斯林的道德，这些会控制穆斯林的道德，也让穆斯林不断忍耐，训练忍耐和宽容，还让他一直坚持维系安拉，并避免无视安拉生气的事情。正如穆圣所说，这些是一种保护伞，分债时一定要放弃恶意和恶行。如果有人和他吵架闹事，他应说我是债结时，又说谁没有放弃说谎和一心安拉，不需要他放弃饮食吵架。让穆斯林在履行朝觐以前遵循符合宗教的道路，并与每的朝觐之履行完朝觐以后，他已尽力遵循符合宗教的道路。按了说，朝觐的月份是一个个日的月份，凡在这一个月内决计朝觐的人，在朝觐中当接触因此恶言和人辩，凡你们所行的善功，安拉都是知道的。你们当以敬畏做旅费，因为最好的旅费是敬畏有理智的人啊。你们当敬畏我。阿布霍莱拉的传说穆神说，谁出朝觐而没有犯错误也没有犯罪，那么他回家时就像母亲生下他的那天一样。正伊斯兰五大要素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有安全和和平等等。认真观察和思考我们宗教，就会发现我们宗教是没得的，穆神也没得而被派遣。穆神说，安拉派遣我只为完成一切没得。伊斯兰教呼吁穆斯林具有美德，例如诚实履行诺言、尽职尽责、孝敬父母、节制尽亲职、慷慨施舍、英雄乞丐、防止伤害、帮助有急需的人、解决痛苦和善待动物。毫无疑问，了解伊斯兰的基本知道宽容的大度的士们秘密和高尚的目的是迫切需要，是为了应对当代挑战，消灭恐怖主义团体和极端主义团，纠正错误观念，实现对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传播，为全人类带来安全和和平、稳定和幸福的高端人类价值观。穆斯林应该履行的最重要的一个义务，就是显出伊斯兰教法伟大的新体现，以便让全世界都了解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
和平是安拉的有美的名称之一。安拉说，他是安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尊主，他是日节的，是健全的，是保佑的。伊斯兰的如此是我祝你们平安与安拉的仁慈和激情。安拉不语音，因为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不要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说你们不是行事，你们与土尽是生活和福利，但在安拉那里有丰富的福利，以前你们设想那样的，但安拉是恩与你们，故你们应当事事审慎。安拉就是测试你们的行为的，天堂的居民的。如此是何本，正如安拉所说，今天是从每道门进出见他们，说若你们平安，这是你们因见人而得的报酬。后世的生活真有美，安拉使者在立完碑后想若求饶三遍，又念如啊，你是平安，平安是来自你尊严大德的，如啊，你即轻无比。伊斯兰教是保护个人尊严的宗教，因为伊斯兰禁止被的一人造谣绑匪嫉妒相互恨憎和断绝，互相轻视和各种伤害。正如安拉所说，先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小丑相互腰部被丑热笑，或许生于丑笑小时，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时，或许生于嘲笑时，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混名称相，现在或在以混名相称，这称呼人力恶为悔罪时是不宜的。穆圣说，是用节气日他的兄弟用天前就诅咒他，扔到他方向，即使对方是他的同胞弟兄。穆圣禁止的言和脸上答应，正如穆圣所说，先知的面前走过一头脸上老了应答呼，于是先知说，愿阿拉主持应答人。有人问穆圣，有个妇女经常做礼拜和分斋，但她伤害自己的邻居并侮辱他们。穆圣回答说，她想进入火狱。又说，穆圣说，反省如心后失职，自不得妨害她的邻居，反省如心后失职应管待她的客人，反省诸心后失职，自当说好是活原言。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起赞颂传归安拉，荣神日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穆圣你体验清贴身了对圣门弟子涉嫌平安和安全的宽容大度的伊斯兰教法和崇高价值。由于伊斯兰教法对圣门弟子是生活的正确道路，嘎法尔曾是穆斯林的发言人，国王对他们说，因那个宗教和你们放弃你们的不足，
二不兴风，我的尊教和别人的尊教。阿法说，国王啊，我们以前是美美的人，崇拜偶像，吃食物，放出时血断血亲，虐待邻居，强人吞噬弱人，直到安拉向我们赔钱，也为先知，我们知道这位先知的门第诚实的信徒和人杰，他召唤我们承认安拉的独一心和无一无别，安拉放弃我们所崇拜的偶像，命令我们说实话，伤害基督徒，接续血亲母灵原理基因祭灵的原理基因的和杀死引起我们犯丑事，说假话，吞噬孤儿的现在，命令我们礼拜和斋戒，是故二的切前命令我们礼拜和斋戒等伊斯兰教的原则，真正穆斯林绝不会说谎，不做比欺骗，不背信遗弃，口和手不伤害穆斯林大众的人，是人穆斯林不侵害大众的生命和财产的人，才是人穆斯林。人母们认真的穆斯林都在语言和行为方面都需与伊斯兰的拼的，穆神说口和手不伤害穆斯林大众的人，是人穆斯林不侵害大众的生命和财产的人，才是人母们为顺从安拉而与死亡做斗争的人，才是人展翅彻底解决错误和错过的人，才是人前世伊斯兰彻门舍人心智慧宽容心以性情仁爱慈门团结一致和原理分歧和冲突的伊斯兰教是共生仁慈宽容心和一心心的宗教，毫无疑问具备这些高贵特性和优美品德，一定符合宗教。反之亦然，这都是伊斯兰教的目的。主啊，求您引导我们与最美的品行吧，只有你才能引导最美的品行。求你消除我们的恶行吧，只有您才能消除恶行。求安拉保佑埃及及他的人民、他的年轻人和他的军队，并求安拉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